谢谢各位兄弟姐妹来到这个中间前。And thank you, Robin. Why don't you come to this very important ceremony to my life? 其实昨天晚上我就在家里面锻炼了很久，我还想知道怎么说这个见证，但是我想今天我后来我就想了一下，我干脆就那个在主的圣殿面前，然后求主保佑，让我能够把我的最真心的话表达出来。七年前的这一天，七年前的这个月四月份，我是第一次从中国来到美国。当我来到美国的那一天，我想在那个时候，我是从来就是在做梦也没有想过今天我会到这里。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也听说过基督教，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其实对这个基督教的认识并不多。当时的时候，我一直都觉得世界上是有很多神的，因为中国有中国的神，西方有西方的神。而且那个时候，我也很不理解为什么基督徒老是讲罪这个概念。因为在我的印象中，只要我不杀人放火，只要我不偷盗抢劫，只要我对我父母亲孝顺，只要我对朋友、对亲人、对别人有爱，这就是一句好啦。为什么会要有罪呢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稽之谈。我对耶稣的那个了解倒是挺早的，因为我当时我爸爸他很喜欢气功，然后当时他跟我说，他说他觉得圣经上所讲的神迹，像那种像耶稣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就跟那个释迦牟尼一样，其实他们只是气功师。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有男同学特别喜欢读圣经，他们也跟我说，他说他们觉得圣经其实就是一本哲理书，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其实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。所以我当时对耶稣的感觉，就觉得耶稣其实就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，一个伟大的气功师。上个月我出了一个事故，虽然是非常不幸的，但是承蒙主的恩典，让我感觉到主的爱，然后让主带领呢，把那个带到我到大家的那个跟前，所以我一现在想起来，我又觉得我是何其有幸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世界上的神只有一位，他的名字是耶和华。我才知道，其实是我是有罪的。我之所以不完美，老是犯错误，就是我的罪的根源带到的。而我最亲爱的耶稣，却因为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前，为我们人类而死。所以今天我来到他的圣殿面前，我向他发誓，我要永远做神的儿女，我感谢耶稣基督，能让我认识他、接受他、爱他，然后最后再真正的感谢大家，能够在这里看那个能够做我的见证人，为以后为神服侍大家阿们。OK，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。